jungle. Audio jungle.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由黑曼巴为大家带来的新一期的 DOTA 视频。那么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伐木机的视频。那么这一场也是打得非常的久，然后请大家买好瓜子，买好零食啊，买好西瓜啊，做一个认真的吃瓜群众，那么在节目之前我就先不打小广告了，因为我上一期打小广告导致那个秒拍没有推荐我，然后那个秒拍的工作人员说你最好前面不要打小广告啊，那我就不打广告了啊。那么这一期的话也是我很久之前打的，然后版本的话也是 6.85 版本啊，我就先把6.85 的素材先用完吧，用完之后给大家出这个6.86版本的视频。那么这一场我也是 repick 了一个伐木机，也是一个爆发非常高的英雄。然后打直播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喜欢说小巴你这个玩一个痛苦之源怎么样啊，我想看痛苦之源啊，一会儿又说小巴你玩这个谜团怎么样，我想看谜团啊，就有好多英雄我都没怎么玩过，然后他们想看啊，我就给他们玩了。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就打得很捉急啊，有的时候就会让人眼前一亮啊，我自己都没想到会打那么好啊。比如说有一次我打那个军团啊，不是军团，是那个谜团，打那个谜团，我的天，这个谜团真的是一个打钱非常快的英雄啊，就是以前的那个 C 就是召唤单位那个技能啊，也是二技能嘛，然后他是只能就是一级的时候只能 C 那个小的野怪，然后这个版本是可以 C 大的野怪，这就提高了非常快的打野的效率啊，然后就是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那么这一场可以看到这个血魔出来了啊，然后我下路对的是一个血魔，今天这个血魔也是演的不错啊，前期让我杀了非常多的人啊。那我先不剧透了啊，看一下这一场的话。怎么没有人中呢？难道是蓝胖子中，或者是烂中？哦，好，这个烂中，然后我去下路啊，因为我是一个伐木机啊，伐木机打蓝猫的话是有点小劣，然后我去打这个血魔还是有点小优的啊，所以我现在。直接去下路跟这个血魔对线，血魔一级学的是一个 D 啊，那么在他 D 的同时啊，他承受的伤害也是有加成的，就是也是非常脆的，然后我就开始打他，他给自己上一个 D 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打他了，也是比较清楚血魔这个英雄啊。哇，血魔你给我来一个反补是吧，好，这个没补到，好，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打他，因为他掉血肯定是比我快的。好，血魔放了一个 B， 他二级削的是一个 B， 好，那我这个小魔棒啊也是买到了，买赚了。这个刚睡醒，脑子有点懵逼啊，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我昨天睡的也是非常早，但是我今天起的也是非常早。昨天是11点睡的，然后凌晨2点就醒来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了，然后我就开始看看视频啊，看那个动漫，看海贼王。
然后看着看着已经凌晨5点了啊，我一想说，哎，正好给大家做一下视频，然后我把这个素材就拿了出来，就给大家开始做视频。这个时候血魔给了自己一个 D 啊，也是非常脆，我就是先给他一个，我也给他来一个 D 啊，给他来一个二连 D 啊，他自己给自己一个 D，我再给他一个 D 啊，他就是。掉血非常多了，然后我就拿到了一血啊。这个血魔还是对这个英雄的理解不到位啊。面对一个伐木机啊，而且是一个残血啊，也是一个半血，就敢这么跳，也是没谁了。好，那么我拿到一血也是非常肥了，现在1300块，然后一会儿买一个秘法，魔也是非常多。我现在再给他一个 TD，我直接打残。好，我这边赶紧把这个小兵反补一下啊，不让他加血。他再给自己一个 D 的话，我就可以杀他了。好，先把这些残血小兵收掉啊，不让他用补刀来回血，因为这个 D 是。给自己一个 D，然后杀死单位是可以回血的。比如他给我一个 D，我杀死单位也可以回血。好，这个时候我买一个秘法，买个秘法啊，有足够的魔，我下一波就可以杀他了。因为我现在5级爆发也是非常高，我的加点是3级的 T，然后1级的 D，1级的 E。我说这个 D 和 E 还有 T，应该大家都懂吧？玩过伐木机的。哎，血魔不见了，血魔可能是打野去了，因为我刚才把他打得非常惨。好，他现在过来是想补刀，我赶紧把这个反补掉，一定不让血魔加到血。好，这个时候我升到6级，瞬间升到6级，再上去，哇，一套三连，秒掉了血魔。啊，血魔只能说一句，用那个范伟的话来说，就是，真是防不胜防。这个也算是一个 timing，这是打 DOTA 的人经常会用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在升六的瞬间去杀人。比如说是你玩一个 lane 啊，然后用一个刺一个残血小兵，瞬间加大招，然后把他杀掉，就是刺人加刺兵，这个应该是经常见过，我们的老玩家应该经常见过，就是我们的 peace 大神经常会用这一套来杀人啊。好，现在我已经是拿到2个人头了，然后现在血魔已经狂奔了啊。我这时候买一个大魔棒啊，因为我的魔棒点数有点高了。啊，我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啊？刚才的点数有点高了。买的时候我的小魔棒已经升到10格能量啊，然后我把那个魔棒给吃了啊。啊，我只能这样解释一下我的动作。哎，这边血魔好的一个 TD 上去卡他的位，哎，再卡一个位，好，一个T 的 CD 已经好了，然后杀掉了血魔，再一个 TD 三连啊，加大招，拿到一个 Double Kill。那么我6分钟就杀了4个人，然后现在是特别的肥，然后蓝胖子过来一个游走也是非常及时，刚才可以看到这个军团只有4级。我已经达到了8级，8级，你敢信？好，现在身上有1200块钱，烂游到了下路。哎，哇，这个刺也是没谁了。好，我们三个再等一下血魔，看一下血魔还敢不敢下来。然后上路的话，我们的幽鬼应该是非常的苦逼的，
因为上路他对一个全能，然后幽鬼打全能的话也是非常劣势的，然后上路还有一个Warlock。虽然我们的下路是巨大优势，然后，中路有一点小裂，因为 Lane 现在好像是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了，只有下路是优势。然后这边 Lane 抓到了军团，这个军团脾气非常暴躁，跟我一样啊。这个军团说：“啊，你居然敢打我！”一个小 Lane 居然这么调皮，好，刚才是在下路没有等到血魔啊，现在在中路，哎，我只能唱一首《终于等到你》，这个大招就有点浪费了，因为因为 Lane 的节奏并不好，所以他要抢人头啊，如果 Lane 节奏好了，他肯定会省这个大招的。我打一个点说没必要啊，对于 Lane 来说可能是有必要的。因为他可能是节奏非常不好，这个小贱贱是杀掉了这个我们的大圣。说起来，这个大圣的话，我还是没有玩过的。我打 DOTA 这么久，还没有玩过大圣这个英雄啊，只是经常会遇到，但是没有打过。而且看我自己看直播的时候，也喜欢看，看吴九九他们玩这个英雄啊，也是非常有意思。在树上，你说这个设计的时候怎么这么设计来着？哎，啊，等一下啊，看到两个人，算了算了，就是猴子他不上树啊，然后齐天大圣他喜欢上树啊，但是这个大圣的话，如意金箍棒确实设计的不错。因为它的射程比较高啊，正符合这个如意金箍棒它的可长可短、可粗可细这个特点。啊，这一波杀掉了军团，现在我也是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优势啊，也是帮助队友打架。这边是好的，帮助 Lane 拿到一个人头。下路已经是通关了啊，但是我们的上路也是被通关了，也是一个镜像开局。但是我的魔爪已经延伸到了对面的野区啊，因为军团已经被我们杀了好多次了。这个时候我先把这个大妖吃掉，然后买一个跳刀，9分钟秘法魂技跳刀啊，也是非常肥了。哎，上路这个全能又是单杀了幽鬼啊，这个幽鬼也是非常惨啊。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上路已经被通关了，然后我下路也是开始继续通关。好，看到一个军团，也是等一下我的蓝胖子已经绕过去了啊，我们要五谷丰登啊，不要让我自己吃独食，但是这个人头还是要给我第一，毕竟我是一个无解肥嘛，贯彻无解肥。哎，这边Lan 又是死掉了，被蓝猫单杀，然后蓝猫 TP 走，我也是拿他没办法。所以看起来我是不断的杀人杀人杀人，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劣势的，因为我们的中上两路已经是被打穿了啊，Lan 被蓝猫打穿了，然后上路的幽鬼也是被这个全能打穿了。所以我们这一把的话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一波先回家补一波。上路的话，看一下全能走了。虽然说我下路杀了非常多的人，但是我没有推塔能力啊，下路的塔还是没有破掉。全能相位加上魂技，哇，也是。非常肥，他现在也是在憋自己的装备，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全能是出了一个辉耀。哎，好的，漂亮，是佛山陈奕迅，杀掉了全能，杀掉了军团，啊，意识有点模糊啊，刚睡醒，哎，也不能说是刚睡醒，只不过是没有睡够，但是又睡不着。
这个时候我给队友说，中路可以守，再来一个，全能，这个怎么又全能了？怎么回事？蓝胖子已经就位了，我在这看一下，哎，对面好像这里有眼，我的天，我这里只有一棵树，哇，这个蓝猫的提前预判，哇，蓝猫拿了一个斗鱼黑曼巴的无人能挡，那么蓝猫更加的肥了，就是蓝猫本来是一个无解肥，然后断掉了我的无解肥，拿了一个大的人头，那这样一来一回的话，我们就非常亏了。好，在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要打一个小广告，那么就是，小八在斗鱼平台啊，房间号是217324，然后已经开始我的直播生涯，然后，希望各位老铁能够多多支持，来看我直播，每天的白天啊，基本上白天我都在，然后白天到晚上，我都会打直播，然后希望大家能过来支持一下啊，房间号是217324，好的，打完这个小广告，然后我也是复活了。看一下啊，虽然我是刚才也是给大家分析了局势，然后，哎，这边倒也去，发现这个血魔给了我一个大招，我这边先定住自己，一二三木头人啊，好，这，我跳下去给一个三连，好的漂亮，这个军团已经死掉，然后 Warlock 给一个大招，全能赶了过来。我的天，现在是一个一换二，然后我加一个技能点，然后再一个三连，漂亮，秒掉了全能。这一波是一个一换三，还可以。虽然我们是我前面杀了非常多的人啊，现在已经杀数据达到了一个7-1-4，但是我们局势上还是有点小劣的啊，因为我们中路和上路已经被打爆了，而且我刚才已经是断掉了一波节奏啊，断了一下无解肥，然后蓝猫又是杀掉了我们的大圣，然后下路哎漂亮，这一波我跟 Lion 配合拿掉了蓝猫的。大人头杀人如麻，这一波也算是打回来一点点。看一下这个血魔能不能杀，我的天，一个二连没有杀掉。然后看一下，我再一个盘子，我跳到马上好了，这个军团还不走，那你已经死了，一个 CDC。看一下，蓝胖子，哎，没有 F 到，让我看一下，我这边一个飞盘减速，好的，蓝胖子一个二重爆，杀掉了血魔，然后对面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容错率非常高，这边把我的这个镇魂石拿到。眼睛要睁不开了，还是有点困。蓝猫11级，我这边打一下野，然后出一下血晶。哎，我们的人好像跟对面的军团互标垃圾话了。好，把这个大萨收掉，然后蓝胖子在我旁边。混了一下经验升级，我回家拿一下我的选金石。对面的阵容也是容错率非常高，然后有一个全能，这个英雄也是我非常讨厌的一个英雄，就是太恶心了，一个加血加一个套子，这两个技能真的是恶心。然后对于然后有一个大招，对于物理输出来说非常的克，然后又有一个减速的光环啊，就是他的三技能。虽然我自己玩全能的时候胜率也挺高的啊，但是我自己不喜欢玩全能，然后又不希望对面出现这个会玩的全能，非常恶心。
所以我就是非常讨厌这个英雄，然后再讨厌的一个，其次讨厌的一个英雄就是炸弹人了啊！这边是跳上去两个技能，收掉了正在决斗我们的人的军团，这波看一下还能不能打，就是全能给蓝猫一个套子，然后蓝猫就可以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冲我们的脸了啊！这边全能又给一个大招，这个大招其实是哎，好的，漂亮，上去一个 TCD，这边被沉默了，但是我非常的肉，蓝猫，好的，漂亮，这边大圣给蓝猫一个晕，我这边顺利逃脱，这边是一个零换二，非常的赚啊，现在我的人头是达到了一个，我的数据达到了一个10-1-6。陈奕迅吃了一个恢复，齐天大圣，哎，我有功夫把这个齐天大圣这个英雄也练一练，我感觉这个大圣这个英雄还挺好玩的，在树上，树上什么？树上舞蹈家，就是他在树上跳舞，这个英雄。哎，上去断一波兵，然后把塔拆掉，我们终于是可以拆一座塔了。这边他们也是不要塔了。唯一我们唯一没有被破的一塔就是下路啊，因为我下路也是打得比较凶的。看一下下路能不能杀，我给队友打点。然后恶魔巫师说：“等一下，好，等他过来，我们一起过去干他。”但是这一边对面也是跑掉了。猴子在树上有一个高空视野，好的，来拿到跳刀上去，好的，漂亮，一个刺，我在一个地拿到一个杀人辱骂，哦，我再一次拿到一个杀人辱骂。刚才幽鬼的大招也是看到了军团去我们野区了，我这边 TP 过去看一下。刚才也是切视角看到了蓝猫也过来了，这波怎么说？军团要不要？哦，好的，我上去，好，一个三连带走了蓝，再带走了军团，但是蓝猫要被这个烂要被蓝猫切了。这烂刚才是羊刀，羊应该没用吧？为什么不刺不羊他呢？他上去只给了一个军团的刺呀。哎，这边大圣开启了大招，然后中了血魔的大，哇！大圣冲塔杀人，然后自己死掉了，完成了一波一换一。刚才烂跟军团也是完成了一波一换一，所以这波是一个二换二。哎，我的数学还是不错的啊。这波是一个二换二。昨天打直播的时候也是，有个朋友跟我讨论，就是，数学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个问题啊，我上小学的时候真的是数学老师，我的数学老师真的是体育老师，因为当时这个教师的资源比较匮乏啊，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多才多艺。他会体育，也会数学啊。其实上体育课好像也是也没有那么难啊，就带着大家一起做操啊，做个操啊什么的，是吧？但是教数学，小学数学应该每个人都不是，就是稍微数学还可以的人，应该是可以教的吧？就像我也可以教小学数学啊，因为我小学数学还确实学的挺不错的。让我教小学语文，我就不行了。语文还是博大精深的，古诗词啊什么的啊，虽然我很喜欢，但是还是欠缺一点火候。这边等一下，蓝胖子往前走。这个蓝猫，哎，怎么跳到这个位置？好的，漂亮，养猪，看一下，漂亮，终于是把这个蓝猫杀掉了。
我对面的核心也就是蓝猫了啊，因为蓝猫的话，它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这个 Lane 虽然说是他被蓝猫压了，然后，然后自己的节奏也不好，喜欢用大招抢人头，但是它的作用在于，它可以跟队友，跟对手去互喷啊，互飙垃圾话，让对手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很猥琐的事儿啊，做一些这个其他事情啊，比如说杀一下对面的人，哎，这个蓝猫，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全能给蓝猫一个套子，然后蓝猫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上了。这边我也是中了血魔的大，没有走掉。刚才其实可以直接 TP 走的，但是我可以自杀，好尴尬呀。刚才就是可以走的啊，不用打，因为刚才幽鬼开了一个大招，我以为幽鬼要过来，然后幽鬼又没有过来，这，然后我再 TP 的话就来不及了，只能自杀了。然后这就是我节奏开始断的开端。从这一波我自杀的时候，我的节奏就变得不好了。然后我出了一个极限法球，也是要出林肯，因为对面有个血魔，非常的克我。因为我的这个 T 的技能是有一个位移技，然后血魔给我一个大招，我再去 T 的话，对自己的伤害也是非常高的。这边上路他们有非常多的人，我就去野区打一波，然后转到对面野区，看一下对面野区有没有人。幽鬼出了一个闪失，这个闪失出的非常正确，因为对面有一个全能是有加血的，他出一个辉耀的话是没有什么伤害的，然后出一个闪失的话，全能给队友一个套子，或者给自己一个套子，把这个套子闪失掉，然后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输出了。然后军团也是承担了一个我们 LAN 这边的角色，就是跟对手飙垃圾话啊，这个军团也是喷的飞起，这就是传说中的亚洲三大子。亚洲三大子都有什么？就是日本鬼子、韩国棒子、中国喷子啊。好，这波也不能打了，这波我看清楚了局势，直接不上了。然后这一波对面拿到了一个零换三，我们这边正面是打不过对面的，对面沃洛克一个大招。然后全能一个大招，给蓝猫一个套子，就我们就无从下手了，就感觉我们真的是无从下手。所以我们现在要打得聪明一点啊，我先去带线，然后上路塔也是血不多了，25分钟，我的数据是13-2-7。还算是比较肥的。好，这边我拿到对面的塔，给队友加一下经济。哇，我们居然好像是这个有内讧啊！然后幽鬼是一顿狂喷。猴子也是，也不生气，我给你来一句，我反弹，这个心态也是保持得非常不错啊。如果两个人都非常非常气急败坏，那就崩了。有一个人就保持冷静，那还不错。哎，这边我踢没踢走，这一波哇被蓝猫拉了，我看一下能不能走，救命！Help me, help me！
这波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应该装逼收那个小兵的。我以为他们走了，然后他们又没走远啊，来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波幽鬼开大，居然没有传过来，他 TP 过来。这个。好，我还有5秒复活。哎呀，哎，又打了起来，我这边 TP 过去，但是好像对面都很肉啊，哇，这个大招，然后猴子也不下来，你这个猴子下来呀，帮我，我血魔怎么又给我一个大招，我的林肯又被破了，哇，蓝猫又开始收我的人头，这，哇，死了的，佐莫西啊，这个佐莫西真的克啊，真的。按理来说，这个测，这个这个这个，按理来说，血魔还是比较克伐木机的，就是在六级之后啊，六级之前他是打不过伐木机的。这个猴子确实非常克呀，他一直在树上不下来，然后打架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存在感。这波我又是死掉了啊，然后对手也是势如破竹，又是拆掉了我们的二塔，幽鬼怒发冲冠，一直在喷这个猴子。Lan 和猴子这个心态还是有点意思啊，一个说吵是没有用的啊，一个说我就不屑跟你。比比啊，不屑跟你吵。不管比什么，你都不是对手。哎呀，这个哪来的自信啊？哎，怎么又来了？可恶！哦，蓝猫先给我一个紫苑破林肯，然后把我拉住。我这边是先，哎，这你就有点调皮了啊。我们的幽鬼有闪失的。怎么讲？好，哇，这个猴子又死了。哎，为什么要说又呢？好，先不打字了，我再给队友打字啊。这 Lane 跳上去了，能不能？我这边开塔防，看一下 Lane 能不能上。哎呀，完了，Lane 跳到，哎，Lane 不早上。Lan 跳到这个血魔的沉默里面了，我先走一波。哦，蓝胖子这波非常的刚猛，哦哟，离得太远了，我的天，蓝猫又接二来了，完了又死了。这个拉也是非常的，4级的拉持续非常持续时间非常久，我又死了啊，又死了。反弹，好，猴子出了一个引刀，猴子在6.86版本的话出这个连击刀还是比较好用的，因为他的三技能有一个金箍棒，三技能那个那就是叫金箍棒吗？那个被动啊，出连击刀比较好用。这个幽鬼有点烦了啊，我把他禁言了，太能 BB 了，太能说了。然后这个军团啊，我也不想听他这个念叨。现在局势也是一个大裂呀，哎。怎么又来了？可恶！啊，这个，这你别！我的天，又被打了一顿！快走快走！如果我没有这个林肯的话，我可能会死掉啊，因为林肯有一个二段伤害。好，全能已经血晶加辉耀了。
然后我们幽鬼特别惨，根本除了这个散尸，基本上构成不了威胁。我这边是插一个眼，沃洛克石头人，石头人他也是猴子，猴子又在树上跳舞，树枝舞者，树上舞者，猴子。怎么又来了？你烦不烦啊？真的讨厌。还好血魔没有给我大招。这波我们只能上，我们只能在高地上打麻将了。哇，三路兵已经压到了我们的高地上，然后蓝猫是血晶加上紫苑，非常的肥了。我们把这个兵迅速清掉，对面也不着急推啊，对面如果推的话，我们可能打不过。我全能是在出什么？在出林肯吗？全能出了一个极限法球。五个人高地打麻将，打麻将还多了一个，这叫五多一啊，不是四三缺一，这叫四多一。好，对面终于是上我们的高地了，我们可以在高地打一波。哇，蓝被切，然后猴子开大招，猴子大招在大招里面是非常凶的。我现在又吃了一个血魔大招，然后中了一个沉默，现在队友是死掉了。哎，好的漂亮，是把全能，是把军团干掉。我上跳上去一个三连，nice，杀掉了全能，收掉了一个全能的无人能挡。现在身上有2000块钱。蓝猫出了一个电锤，来呀，打我呀，笨蛋！猴子又上树了，这猴子有点无语，他要么打钱，要么干人，你在树上看风景呢？哦，下来了，哎，我差点被这个蓝猫干。好，在这收兵。我有鬼，感觉要死，哎，刃甲，看一下，还是死掉了。这边，nice，把蓝猫杀掉，哎。蓝胖子，你搞他呀！我中了血魔大，我普攻，啊，没普攻呢。我现在身上有3000块钱，我先出一个 A 账吧。因为我害怕对面上我们高地，我出了个 A 将之后，对面就很难上我们高地了。哪怕是 Warlock 放一个大招，我的A 将双飞盘打他的石头人也是非常快的。蓝猫因为有血晶石复活也是非常快，我又死了啊，猴子又死了。哦，现在血晶石是六个。蓝胖子，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说他比较穷啊，但是他那个跳刀还是出得很关键，可以跳刀留人。然后 Lan 就是动不动就跳上去养一个人，然后自己就死了。对面可能打盾去了，我这边地图上没人，我也不敢太跳。我尽量去有视野的地方。Warlock 这个版本其实也，
怎么说的不厉害了，就是他的大招感觉，差点意思。因为 Warlock 的大招它 CD 时间非常久，然后你好不容易等到这个 CD 读好了啊，技能已经读好了，然后你放一个大招，对面几个技能就把这个石头人给秒掉了，就很僵硬啊，就只有一个，就一个眩晕的效果，就感觉。看一下，猴哥，哎，我要不，在猴子死的时候，给他放一个那个啥，猴哥那首歌。哎，我这边买错东西了，买了个推。哎，这一场，很僵硬，很僵硬。好，现在我已经 A 杖了，A 杖的话就是伐木机的一个质变装。我这双飞盘，你别看只多了一个飞盘，这个爆发简直是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哎，幽鬼过来了，幽鬼给他一个闪失，漂亮，全都没有。没有这个套子之后，非常的脆，nice，直接死掉。这边我 Warlock 给一个大招，晕住两个，没有晕住我这边先走一下，然后跳走，我一换二，对面是一个一换二，我们杀掉全能之后，对面赶过来，把我们两个人收掉，然后军团又决斗成功。哎，这个血魔，哎，我不上了，冷静一点点。我就算把这个血魔杀掉，血魔杀掉，我自己可能会死，而且我没有买活啊。与其这样，我还不如两个盘子在这守一下塔。你看，这个石头人真的非常脆啊！这个版本，沃洛克其实不强的，这个英雄。好，上去两个飞盘加一个 D，直接收掉。好，这个，所以说这个伐木机，A 杖伐木机守高地能力真的是强。如果换一个其他英雄，哇！如果换一个其他英雄，比如说换一个PA。那我这一波不是被破就会被破路了，因为我没有什么清兵技能，或者是换一个没有 AOE 的，是 AOE 不是那么强的一个英雄啊，对面就可能就会上高地。刚才这个血魔有点看不起人啊，居然在我脸上跳啊！这个时候我买了一个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然后我自己买眼，然后队友也不买眼，我自己买，行不行？我来买，鸟我来变，是吧？这就是打路人非常蛋疼的地方。哎，这里全能有林肯，但是我们这边根本不慌。你有套子，我们有幽鬼的闪失。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对面怎么感觉有点一个一个来送的意思？葫芦娃吗？葫芦娃他还有个爷爷要救，他们没有爷爷要救还要送啊。现在看一下，哎，下路有一个 Warlock，落单的 Warlock，来，请你吃一个三连，四连，我现在是四连，因为有一个 A 杖，他这个大招放了之后啊，没什么卵用，我待会儿还要提款啊，拿这个大招提款，咦，
因为可能对面可能血魔后面有人，我就先怂一波，该怂还得怂。好，留住他，好的，来一个刺，我这里4连，走起，牛不牛逼？啊，没啥牛逼的，但是这个输出啊确实高。我对面死了，有2个人在读秒，我这边赶紧让队友推一下，赶紧滴，赶紧滴，然后给他们做一个预设啊，就是，好，刚说完，很寂寞啊，很寂寞，非常的寂寞。吹风，吹风，就是 Lion 的吹风应该是。刚给队友做完预设，然后死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死了，僵硬。继续打钱，然后下一件装备我出一个笛子吧。这边的魔法输出还是挺高的。因为有一个全能的辉耀，然后蓝猫的残影，然后 Warlock 的这个什么来着？Warlock W 还有地狱火的这个地狱火的伤害，好，这边，哇，这个猴子又死了啊，还好有 BKB。蓝胖子跳上去一个多重抱，全能给一个套子，然后我队友上去幽鬼给一个闪失，然后我 Warlock 一个大招大中了4个人，这边蓝猫切入，直接是把我们的 Lion 秒掉，我幽鬼也死，我这边中了，我这边还好，我这边中了血魔的大招，然后蓝猫死掉，我这边等一下。看一下，现在是一个2换2，对面蓝猫死了，那么他们就没有战斗力了，血魔也是一个废物啊。哦，这边一个啊4连，也不用4连，因为我 T 没有放，只要一个3连。现在又一次拿到了无人能挡，现在血晶石是16格，哇！通过这一波单杀血魔。血魔是不堪耻辱离开了游戏，那么我们这一场有得翻。这一把也是打了非常的久啊，打了一个小时左右吧，没有记错的话，这边直接出一个笛子，因为笛子可以回血，也可以增加魔抗，然后又可以保护队友。这个笛子说实话出的有点晚了，早点出的话。早点出可能也差不多吧，因为我这几个装备都是质变装，跳刀切入，然后血晶石增加自己的魔法续航，然后增加自己的血量，林肯是以防血魔给我大招，然后蓝猫给我自愿和拉我，然后飞鞋是。把这个线带出去，因为对面把我们的线已经压了，经常压过来了，所以这几件装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时候打钱是比较多了，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小巴在斗鱼 TV 啊，斗鱼 TV 开始直播了，有机会，有这个有空的话啊，各位老哥可以支持一下小巴。在这个斗鱼 TV 房间号是21732421，21732421啊，记住了，21732421。然后，我这个屏幕上好像没有，没有我的微信啊，
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把大家拉到我的微信群里面。微信号是610716511，然后群里面会经常发一些红包，然后最主要的红包是在这个我的直播间里面，每天都有红包抽奖啊。好，这边回到比赛，幽鬼开了一个大招，诶，但是他没有传过来啊，这个全能传过来可以杀的，他给自己一个魔免，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出闪失。我没有办法，但是我永远都是嘻哈侠。我说嘻哈，你们说侠，嘻哈，嘻哈侠，就是看那个中国有嘻哈嘛，欧阳靖。哇，沃洛克出了一个刷新。沃洛克这个版本啊，也是非常弱啊。以前那个6.83版本，我还是非常喜欢玩沃洛克的。然后，而且我的沃洛克也是非常强的，就是经常是那种刷新 A 战那种沃洛克，有时候还出一个死灵术。就是现在这个版本感觉沃洛克的节奏太慢了，大招 CD 太长。直播蓝胖子非常凶，直接上去干蓝猫啊，都是蓝家族啊，一家人都是蓝家人。好，这个蓝猫一个滚躲掉了猴子的 Q 啊，好像是 Q 吧。好，我这边收一下钱，400块钱，相当于杀两个人了，这个。幽鬼大招不传过来啊，也是非常难受。然后猴子啊，经常在树上啊，这也是我们打路人经常看到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小八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路人，不会有人保你，然后不会有人说是打得非常团结啊，然后各种喷子，各种。垃圾话，然后没有人买眼，没有人买鸟，没有人变鸟，都是你一个人干啊！我自己变鸟，我自己买眼，我自己杀人带节奏，我要出笛子保护队友啊！这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路人局。大圣他这个大圣非常有意思啊，他把幽鬼啊，对对，一直是幽鬼喷他来着，他跟幽鬼互相喷啊，然后幽鬼把他禁言了，然后大圣说，你跟这个幽鬼说，你不出这个辉耀，这把是没得赢的，是赢不了的，你跟他说，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我先出一个大飞鞋啊，因为我要随时支援队友。这边哇，好烦啊，这个东西，全都这个东西真的烦，都拿他没办法，你就。好，猴子放一个大招，我这边，哦哟，真的烦呀，这个全能，讨厌的要死。我这边撸这个蓝猫没魔了，好，我非常肉。哎，我这个残血，我就是不跑，我还有400的血，300的血，200的血，走你！
就是杀不掉我啊，毕竟有一个笛子，魔抗非常高啊，他会要烫我也不疼。现在下路，飞到下路去拆。你看这盘子收这个兵，真是爽。我感觉到这个全能来了，然后开一个笛子啊，不要让我的小兵烫没了。我在这儿啊，调皮一下啊，皮一下很开心，但是皮几万啊，需要被封杀的。哎，说到 PG One，哎，还是挺为他惋惜的啊！我非常喜欢 PG One，然后那段时间我也是听他的歌，每天都在听，突然之间他的歌被下架了，很尴尬。如果有那种PG One 的。这个歌的同学啊，可以给我发一下，就是他的所有的歌，可以给我发一下，真的是着急。他的那个 flow，他的词儿啊，写的都非常好，然后他的技巧也是我非常喜欢的，trap。这边又来杀我，我非常肉的，你打我，我开笛子，打得动我吗？浪费输出，这波现在我们可以跟他们刚正面了，你看打不动我们，打完之后一套打下来，他们死了两个人，就在中期的时候，这个全能加上 Warlock 加上蓝猫的切入，加上血魔。然后有个沉默，然后对面还有一个谁？军团决斗，我们中期确实打不过啊，但是现在我这么肉，然后队友也起来了，Warlock 满活，Warlock 满活也没有用啊！哎呀，我操！给队友开一下笛子。我又中了血魔丹，没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上来送什么？好，God like。然后，有好多同学说我这个口齿不伶俐啊，说话怎么结巴呀什么的。然后我是每天早上都要读一篇文章啊，来练习自己的这个普通话，因为我普通话还有一点口音。我这么努力是吧？24小时的不是每天20小时练习 DOTA，8个小时练习普通话。我这么努力，你们还要黑我？不科学啊！哎，这下我们破了2路了，那么对面也是这个什么强弩之末。这个词是不是很有文化啊？语文怎么样？强弩之末有没有？血魔又给我一个 D 啊！
吹起来，蓝猫出了一个吹风。我的天，我这么肉，你打我？来来来来来来，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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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来打我，来呀！好，对面死了三个，那么我们这一波可以直接推对面的基地了。好，在节目的最后又给自己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我在这个斗鱼平台直播呢，然后房间号是217324啊，我希望我这几波打广告可以给大家洗脑，能够记住我的房间号啊，然后又忍不住想过来看我直播啊，是不是有点想多了哈？好，那么我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小目标啊，也是每周至少更新一部视频。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咱们就下期再见吧啊！然后我把这些6.85的素材用完啊，就可以给大家更新6.86的版本了。那么6.86会有更多的好玩的东西啊，那么咱们下期再见啦，拜拜。